海神阿美族很重视，原因是因为阿美族是靠海生，靠海吃海，所以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看我们阿美族的大部分的人口都在花莲县的东海岸，他的生活空间大部分都在靠海，所以他的安全、他的收获跟这个海参息息相关，所以每年有一次就举行叫米拉迪斯，也就是今天的海祭。就像原住民每一年的那个什么捕鱼节，你看看，不像自己到外面去捕鱼，不像现在哈，去那个什么人家的鱼池买几万块钱的鱼哈，然后做一个鱼池，然后放给那个什么原住民抓，那根本不像话那个嘛，对不对？就因为河川地都被污染，所以没有鱼。对对，这个河川。在每个人的胸臆总存在着水平线，为被污染的海洋悠悠在其中的鱼群，船舶在防波堤外航行面过，描绘着碧海的情节。鸳鸯幼稚的叹息，夹带翻滚的浪花，愈合唱着岁月的足迹。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花莲县的阿美族人是他们举办捕鱼祭的日子。这一天全村的男人都要去捕鱼，一整天大家都吃鱼、赌弄和喝酒，不能吃肉也不能吃青菜。在寿丰乡的水莲村，因为这里的海岸属于海岸渔业资源保育区，族人很幸运地可以在这片未遭污染与破坏的海湾出海捕鱼。今天这个5月23号是我们水莲村的海祭，所谓海祭是祭拜海神的意思。阿美族有四大神，比较大的有四大神，一个叫卡比，就是海神，他管台风、地震、旱灾、那个瘟疫这个大病。那我们还有一个神叫马拉道，他管打仗、山上的植物、动物、土地。还有一个神叫独立，是管人的寿命、婚姻、种族，这个健康。独立还有一个神叫多阿斯，我们的祖先叫四大神。这个四大神之一就是海神。海神阿美族很重视，原因是因为阿美族是靠海吃海，所以他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每年有一次就举行叫做米拉迪斯，也就是今天的海祭。还有，他还没死。Saya baru pun tamu umat saya, saya pasti ini bagi negara untuk
个海祭一定要很谨慎的、很慎重的来祭拜，不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变迁，好像社会结构的改变，慢慢的和以前不一样。比如说最大的不一样，以前所有的女性不能参加，只有男性来参加。另外一个，以前的所谓工作的人、捕鱼的人，都是年轻的人在做，那老人家是坐在那边享受吃鱼，享受这个喝酒，男孩子要去捕鱼。如果以前的话，早上零点、两点就开始捕鱼，早上七八点就回来，先给老人家吃早餐，然后再去捕鱼，中午再回来，大家聚餐。在聚餐以前，有一个叫海祭，要对海浪、对大海祭拜，啊，就是今天海祭的这个最重要的活动。扣掉七公斤，107，刚好101公斤。哇！哇！大哥，每年在花莲溪出海口举行的吉安乡联合捕鱼祭，一直是当地政府大力鼓吹的观光卖点。但是根据环保署的调查报告，花莲溪的总含容能力每日2.26公吨，目前排入溪中的污染物每天却高达8.69公吨，已经是这条溪流含容能力的4倍。面对河川高度污染的事实，行政单位的态度是在每年捕鱼季出资数万元购买无锅鱼，放在河边人工圈起的水塘进行捕鱼祭。但是有一群阿美族人，他们拒绝参加乡公所形式化的捕鱼祭，而在河的另一端举行一场属于自己的捕鱼祭。今天呢，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孟天宏哈，孟大哥，今天呢从早上忙到现在，这个精神呢，他有鱼的精神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鱼是，我们的鱼哈是买的啊，活的，我们用捕的，而且有同胞有的是从昨天晚上抓回来，放在鱼缸，然后昨天今天一大早生的啊，这个鱼蛮奇怪的。昨天哎，来宾，我们现在不要啰嗦好不好？我们喝酒 ，OK。辛苦你了。就看谁是幸运者。
节的真正传统的文化就是男的要出发以前他的工具完全女孩子不能碰他，而这个规定是很严格，你碰了以后抓鱼抓不到，而男的去抓鱼女孩子不能去，他去抓鱼回来女孩子再来帮忙煮，这样捕鱼节是应该叫做男人的季节了啊。他也有规定说捕到大的小的很丰富的话最大的那个头目有赏，本来这种的捕鱼节按照传统来讲是很好了，后来演变成就是说是政府在干涉观光化啊，观光化当中就会变质，可以这样讲是说政府在干涉原住民很纯的一种文化，要联合的话又更变质了啊，因为政府在干涉，他在抓那个权力，抓那个钱，还有钱啊，那个钱哈 money 都在抓，说啊怎么样，他没有安心说给我们做啊，这样不好，所以说越做越变质，像我们凤林区一样，他联合的话就越做越商业化，为了观光在商业化。像以前哈、哦，没有纸浆掌哈，那个什么乌布豆下面那个小鱼哈、哦，我们捕拉鱼哈、哦，我们去用那个很多呢，啊，现在都没有了，都没有。纸浆掌以前是用沙西米吃的呢。对，我们用那个哈、哦，捕拉鱼对，好、哦，我们在那边还是回来就还蹦蹦跳跳啊，还有那个新鲜吗？不是吗？我们用生姜，再用那个酱油酱。这样吃呢，生吃的沙西米呢，我们以前的现在都不敢吃，你看。那以前也在这边米粉店那里。有，我们以前就这边。就直接在安美文化村旁边就可以米粉店了。对啊，我们在那边杀了，海里边就可以杀了。那、啊、现在用那个霸掌。用那个霸掌怎么不能去？不能去了。所以现在安美文化村那边就不能直接。不能直接过去了。以前就在海边这样可以去杀了。啊、那边就不行了，现在有那个有霸掌，还刚好是这样，海浪，啊，一冲马上就冲到那个马上，人也没办法在那边。除了人不能过去，福定也。福定也就在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水泥厂那个什么相传的汇水了，还有工业区的汇水。霸掌的影响也很少，现在很少了。几乎我们都在这边抓鱼啊，这边这一带，出海口这边哈、哦。啊，我们花莲大桥的鱼，你看看，污染了啦，没有办法吃啊。很脏。哎，你闻嘛，你要不要吃？你闻。在这边抓的还活的，你看。哦有没有污染？看嘴巴就知道了。有了污染了啦。颜色已经变色了。你嘴巴还？嘴巴如果不污染，真的污染的。污染了啦，不像以前我们用的时候那么清洁，那个水这样子。多少有污染？中华是这样排出来的。有哎，对了，对了。用钓的哈，刚刚。没有，不是钓的。对了。也是这样子，像下网这样变了，你看。那个颜色。以前的颜色本来就黑黑的嘛，本来好的是黑黑的，乌鱼就变化，你看黄黄的，嗯，都很污染太多了啦。现在乌鱼都会上来这边嘛，哈，对，尽管。如果刚上来的时候不会了，这边真的，如果在这边久了，就会污染到的。煮起来都有那个。味道啊，像我们都是原住民的，真的，这个从小在这边，你看，肺部不会那样。那个地下，像那个地下水，现在谁敢喝了？没有人敢喝啊！污染像热色厂在那边什么的一大堆，不晓得是什么了。还有那个什么有毒性的那个，以前我们这个海岸里面呢，东海岸里面那个鱼。随便石头里面都看得到啊！现在哪里有？要到深的地方才有啊！真的有。捕鱼苗也没有了，那个九孔啊、龙虾，那大部分都损失很大。都损失很大，都跑到别的地方。哎呀，我们这边都没办法生存了。
所以你们现在要捕鱼的话，是到比较到成功啦，是长滨啦、丰滨那边才有啊。以前紫江场还没有设的时候，对啊，所以不前面这个东海湾、东海岸都有那个、都很多鱼啊，龙虾啦、九孔啊，现在、要找难啊。你有没有潜水过？有啊，我们大部分都有潜水过的。哦、有潜水过，那海底的那个像海带什么哈、哦？现在都没有海草，连海草都没有了。现在连海草都没有了。以前出海口的那么多海草，那里还有国兴庙那边以前很多啊。哦、国兴庙以前那边。哎呀，现在哪里有？你去看一下光秃秃了。这样哈、哦。现在以前的、没有地方跑了，野餐现在。现在海边都没有人去野餐了，很少了，也没有人露营了。也没有人露营。自从中了江来，都没有人露营了。那像现在河川这样子哈、你们觉得可以捕鱼的地方会不会有？越来越少。对，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受到这个居家的多了之后，这个水的污染非常的多，这个鱼呢实在不能吃了。像我们美龙溪这边，美龙溪这边完完全全不能捕鱼，不能捕了。对，那个只有好玩，有些人去钓鱼，那是好玩的，根本不能吃嘛。那个也不能吃，不能吃就是说。现在受到这个工业污染啊，这个医院的这些污染啊，还有我们住家的这些污染，通通把这个汇在一起之后呢，根本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吃之后，那我们怎么补？你吃了以后，如果发生问题的话，那个病，那个鱼吃了以后，那个鱼没有生病，那我们吃，刚刚它吃是不会生病嘛？如果说吃久了，当然会生病嘛，是这样子、根据环保署调查，花莲市最重要的河川美仑溪上游因过度开发，近十年已经呈现干涸的状况，中下游又面临养殖业、工业与家庭废水等等污染。美仑溪的污染程度已濒临河川负荷临界值的极限。1999年6月，花莲市公所在美仑溪出海口举办一场阿美族捕鱼祭。一群穿着白短裤、头绑白头巾的阿美族人，在众多摄影机前，奋力抛掷渔网，卖力演出。但是在每个人收回来的渔网里，除了石头，什么也没有。今天这个捕鱼节完完全全就是说，我们把一年过去的辛苦或者辛劳或者怎么样，就是把它洗尘了，就这样子。过去的不好也做得不好，我们就是把它洗掉，重新开始是，哎，就是这样。以前捕鱼的形式就是说，我们从开始哈，前一天晚上，好，我们这个年轻人哈就开始出发，好，到这个野外去捕鱼，早上就回来把。捕到的这个鱼哈，通通的集中在一起，跟这个主人哈那些我们地方上的头目哈，都在那个地方啊，在等啊，在等我们的那个斋鱼归来，满载而归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些这个活动，那个好像在庆功一样啊、我们这边我们战利品很多啊，是这样，要给我们的主人非常的高兴。到了差不多快要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个良家妇女就是组里的这些妈妈们哈、就提着这些饭过来啊，大家在庆功宴，是这样子。1998年6月，居住在美仑溪上游国府里萨基拉雅族人
他们在干涸的河床上举行一场没有撒网仪式的捕鱼祭。花莲市公所特地派员致赠5000元的礼金共襄盛举。哦，以前这个地方水很大，因为那时候的水很少枯干，美容溪以往的时候哈，一下大水都一两个月就有水，那个之后就有台风过来，所以说差不多整年大部分都有水，只有冬天没有水。所以以前那边办捕鱼祭水应该还很多，很干净。我很多，就在我们这个村庄里面就有水啦、啊，那何况是河里。几年以前开始没有水？几年后，差不多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年了。十年了。对。为什么会没有水？为什么会没有水啊？我们因为现在开发的太多了，开发的太多了，是这样子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因为在山上，可能现在有啊这些开发的比较多啊，什么种什么种什么啦，这样子，所以说那水源的那个水啊，现在就是少多了，是这样子。还有我们这个，因为。现阶段有很多人打水井哈、啊，打水井哈、啊，把那个水哈、啊、都一直抽，所以说这个水的那个水位降低嘛，所以降低了这样子，所以说一下大雨，纵然有水，这个今天有水，就明天就没有了，是这样子、啊，以前不是这样。好的，好的，谢谢。好，我们可能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好。Ini kesan yang kami tentang tinanu sakupan yang tinanu kapan ni arusan sisa petakal sekarang tinanu sakupan yang nu nuawak tinanu tetamu yang amat kerhama aku sabat satu tamanan ini sendiri akan kapau sah di mana kesan hamba ham di nanti sekalian ini hat tu kami asal itu seru tinanu sakupan nu nuawak sekamu yang nu nuawak ni apa hai hidup amala kacau nanti ini dapat kerhau.Kerana namun setiap hari, amat terlalu. Dunia rumah kami, supaya aje seni peras, hayat si tinggi si. Hai putar kamu, kamu ya. Kamu hau ni terungai. Biar nak kedar, aje hezal. Hau pernah kami ama hau. Nakatin ke kasih itu maknanya aman ini. Biar ama bakuai, biar sama saya. Aman cepi cepi kau taman tu lari kurang sah.Pasal serung kami asal ini, anu mana cakup ni kau payah nang, anu mau kau kurang tak faham putih nang kya, aje dia sekarang kami amal orang tu nak kuda nampat atau saya ambisai, ya, ya. Dong Chang 村祭祖的画面，表面上年年风光的持续着，但是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一年一年，靠买来的吴锅鱼维持捕鱼祭的形式。失去溪流和大海的阿美族人，他们不知道以后要到哪里去撒网捕鱼。